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虎扑11月25日讯，今日国王官方更新推特，晒出一张波格丹诺维奇的赛场照，向其致谢，感谢你，波格丹。国王官方在推文中写道：根据之前的报道，国王没有在48小时之内匹配老鹰为波格丹提供的4年7200万美元的邀请合同，因此波格丹诺维奇将加盟老鹰。2019-2020赛季常规赛，波格丹诺维奇场均出场 29.0 分钟，得到 15.1 分、 3.4 篮板、 3.4 助攻、 1.0 抢断。编辑 GOK Sun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